那里面稍微有一点红。就是哭的属于。哇，你的。那里面稍微有一点红。就是哭的属于哇，你的二外面怎么外面，长了这么大一块耳皮啊？那是破了结的痂。你经常长这个痂吗？最近反反复复的。那你自己有没有平时把这个痂抠掉啊？抠了，就是抠了之后，它又破了。那皮痂好硬啊！痛不痛？哇，你这个痂抠的话，硬抠可能会流血，还不能抠啊。你把那个能搞掉的搞掉。
你皮下耳上老是长痂。嗯。嗯，就是最近抠破了之后，结痂之后，有点痒，忍不住给它又抠，所以就烦恼现在。嗯。热吗？现在好点了。